迎大家来到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艺术文凭课程资讯介绍。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是岭南大学的附属院校，秉承全人教育的理念，肩负培育优才的薪火。我们致力提供优质自资全日制及持续进修课程，包括有艺术文凭、文凭、副学士、高级文凭以及深造文凭等等。岭南艺术文凭的课程特点有三个，同学于艺术文凭毕业之后，可以全面衔接升读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的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课程。大部分学员都可以在岭南大学校园上堂，享受校园设施以及大学校园的生活。另外，我们还设有太子教学中心，邻近港铁沿线。我们还提供多元化的学生活动，同学可以参加海外服务学习团、球类比赛、歌唱比赛、急救证书课程、化妆班等等，令到你有多姿多彩的一年。同学毕业后可获得认可资历继续升学。艺术文凭的资历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国语文及英国语文科。在资历架构下获得认可，属资历架构下第三级别的课程。同学只要顺利完成艺术文凭一年制的课程，就可以百分百衔接至本院校的副学士或高级文凭课程。修读两年成功毕业后，就可以衔接本地大学或者海外大学的学士课程。艺术文凭的资历获得政府接纳，可以报考超过30个公务员的职位，当中包括救护员、消防员、海关关员、邮务员等等。艺术文凭的课程结构包括有8个科目，合共600个学士，当中有5个核心科目，有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通识教育及人际传意技巧。另外，同学可选定一个选修群组，当中包括3个指定的选修科目。艺术课程强调多元化学习，除课堂面授，个别科目还设有实操、考察及参观等等。所有课程除英文及个别科目之外，都是以粤语授课。岭南艺术文凭课程结构涵盖8大专业范畴，共有14个选修科群组。首先是我们最受欢迎的选修科群组纪律部队训练，我们将会在课程当中介绍不同的纪律部队，设有模拟体能考核，令到同学提升自己的体能，透过处境训练令同学对政府及纪律部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还设有模拟面试，提升同学考取纪律部队的自信心。公务员文职亦都广受同学的欢迎，如果同学想考取纪律部队以外的政府工作，可以在公务员文职当中学到公务员文职的运作、办公室行政工作和公共事务，为同学日后投身文职做好准备。市场学及工商管理，这个课程可以令到同学认识最基本的商科知识，认识会计学，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工作，以及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为同学日后升学或者就业打好基础。会计学这一科为日后有兴趣投身会计行业的同学打好基础，认识会计学，为学生提供学术及专业上的培训，学习 MYOB 会计软件的应用，掌握财务报表的运作及数据分析，为将来升学及获取专业资格打好基础。活用心理学，这个课程从不同的心理学派的角度了解人类的行为和认知，令同学对日常沟通、人际关系以及个人成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读完课程之后，可以令到同学对心理学有基础的认识，对未来升学以及就业打好基础。翻译初阶课程注重理论及实践，令同学培养基础的中英翻译技巧，学习并探索语言学及翻译学之间的关系，学习不同的文体并掌握其翻译技巧，令同学对商业书信、广告及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基础的知识。日语及日本文化课程令同学了解日本文化，掌握日本潮流，掌握日语的绘画、聆听、书写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令同學打好日語基礎，為日後的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韓語及韓國潮流文化課程令同學可以了解韓國文化，掌握韓國潮流，掌握韓語繪畫、聆聽及書寫能力，提高個人競爭力，令同學打好韓語基礎，為日後升學、就業奠下堅實的基石。運動及體適能培訓課程令同學認識健康、運動科學以及體適能的基本概念，掌握基本的團隊運動及重量訓練設計，掌握基本運動創傷的預防及處理概念，擴闊同學在運動及體適能培訓行業的視野。同樣受到同學廣泛歡迎的，還有我們的幼兒教育課程。課程可以令到同學明白嬰幼兒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認識和掌握不同的幼兒教學理論，了解幼兒教學課程設計的原理，設計合適幼兒的遊戲和教學活動。酒店服務課程可以令同學認識酒店服務及餐飲業的概念，以及所需的基礎知識、態度和人際技巧。課程包括考察活動，令同學可以增加學習興趣，並且了解酒店業顧客服務的困難，從而學習解難以及與顧客溝通的方法。航空服務業課程令同學認識與航空服務行業有關的基礎理論及知識，令同學增加對機艙服務的認識，提升同學的溝通技巧，增強個人信心，為未來投身航空服務業作準備。西式廚藝本課程是與香港西廚學院合作，令同學可以在實際廚房環境當中學習，掌握西餐的烹調知識和技能，訓練同學在真實餐廳當中操作以及餐飲服務的技巧。同學可以學習製作不同種類的烘焙產品和甜品，畢業之後可以以專業資歷、良好的態度投入餐飲行業的服務。多媒體廣告設計同學可以透過課程學習使用廣告設計行業常用的平面設計軟件，以及製作具創意的平面廣告，掌握網頁製作及動畫製作技巧，學習製作多媒體及網頁廣告，學習影片製作的基礎知識，令同學可以運用數碼媒體表達訊息。本院位於嶺南大學劉仲謙教學大樓，具備有語言學習室、學習資源中心、運動設施、電腦室、遊戲空間、學生會堂、演講廳、禮拜堂等等，同學可享用嶺南大學絕大部分設施，同大學生一起享受大學的校園生活。嶺南藝進學生支援豐富，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同學可在此參加藝進同學會、聯校活動以及我們的學生資源服務。接下來將為大家介紹我們過往舉辦過的活動。根據2018-19年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藝進文憑課程全日制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情況的電話問卷調查發現，認為藝進對就業及升學都有幫助的同學高達99%。嶺南藝進畢業生畢業後選擇升學或就業的同學高達83%，當中有52%的同學會升讀全日制課程。嶺南藝進畢業生畢業後選擇私人機構工作的有68%，選擇政府的有16%，而非政府公營機構亦都有16%。嶺南藝進畢業生每月平均薪酬達到15,000元以上的高達55%，另外每月薪酬達到12,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亦都有21%。嶺南藝進畢業生升讀副學位課程，主要有86%的同學會選擇高級文憑，14%的同學會選擇副學士。藝進文憑學員在圓滿修畢每個科目之後，
可无需经入息审查获发该科目的 30% 的学费，另外可经入息审查获发 50% 或全额的学费。另外，同学可以申请扩展的免入息审查贷款计划、学生车船津贴、上网费津贴计划以及学习开支定额津贴。毕业生仲有机会获颁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补助金。学院亦设有不同的奖项，以鼓励成绩优异或者具备特别才能的同学。过往我们的毕业生都非常享受在岭南大学自助进修学院修读艺俊文凭的学习生涯。只要你是中六类考生，或者于开学日之前已满21岁，你就符合报读艺俊文凭的入学资格的了。请即日起登入 yj.edu.hk， 选择岭南艺俊文凭课程，完成申请程序，并以八达通或者前往71或以 PPS 缴费零缴交报名费200元。记得第一轮网上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20日下午4点，同学于7月21日早上9时起便可以电邮或 SMS 收取取录结果。第二阶段招生由7月21日上午9时起，同学可亲身至岭南大学刘仲谦楼 UG01 报名，或者透过 Live 网站报名。网址是 live.ln.edu.hk/dyj。欢迎同学报读我哋嘅岭南艺俊课程。有关岭南艺俊，如果同学有任何问题，都好欢迎大家联络我哋，请致电26167280。或者26167288，或者电邮至 egin@ln.edu.hk， 或者上我哋嘅网站 live.ln.edu.hk/dyj 查询我哋嘅资料。亦都欢迎大家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领记艺俊仔女的家，同学亦都可以 scan 右手边嘅 QR code 嚟到我哋嘅网站。多谢大家。